把这钱上。对子好，对子都找完了是吧？去看他们俩吃饭了没？然后把那俩念带孙女试试。行，我去看看。爹给举报了，事情交代还得烧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是给这房户有半年了吧？嗯，是，差不多。黄队，这次他爹进去，时间肯定短不了。哎，他妈也找不着了。你们啊，我先把孩子接回去，先把他安顺好，他上学。行。赶紧吃饭，吃饭跟咱阿姨回家去。你把刘大念抓起来，别让他出来。抓不抓刘大念是我们警察的职责，你的职责是好好学习。我才不上学嘞！子豪，先给阿姨回家，你爸爸事警察会处理的。我要找我妈。你养了个腿儿的。你照镜，你整天背个破麻袋照镜，你上哪儿照去？我急死你！刘大爷，我热死你！大爷，我告诉你，这派出所。刘大爷，你要干什么？啊！你把我打跑了！你在家里还经常打我，你也能害了我？你这，我顶死你！我刘大爷，我告诉你，对的，这是派出所。我他妈，我没给你撒过谎。我告诉你，刘大年的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但是，你今天要是不跟那阿姨走的话，今天晚上就跟我在派出所值班了。行，我跟你回去，但你必须得答应我，带我找我妈。在这里装什么？来，拿来的纸。滚一碗。服务员。哎，你好，得给加一盘肉了。哦，等着啊。这几天先在俺家里，今天晚上回家洗个澡睡觉，明天我送你去上学去。服务员，俺那小孩呢？怎么了呀？啊？刘子豪，刘子豪，刘子豪！
你回来了？怎么了？哎，又发烧了，我得把他抓紧送医院去。那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你别去了，我跟大妈说好了，她去看着闺女打针，我回来帮你找孩子哈。小兔崽子，我叫你往里跑看看。哥，你上那边逮他，我在这堵他，我让你跑着他。来，爬。来，你挺厉害哈了，你敢偷我家啊？他吃了我的栗子，我就要吃了他。好啊，你看我不砸死你！给我把鸡给我。我们快点，把鸡给我。喂，别动！干什么去？干啥？干什么？他偷我家，这就是俺家的家。好，我不好意思。来，哎，把鸡给我，把鸡给我。把鸡给我，快点！把鸡给我。你敢偷俺家的鸡了哈、啊？你给我扔了！刘子豪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找了你一夜，你急死我了是吧？起来，你放开！你要是个骗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举报刘大年的吗？就因为他不让我找俺妈，你也一样，你就是个骗傻学生。我就骗你了。下来，你妈资料我都准备好了。这个星期天我就带你去，下来。行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回家，给我回家，先上俺家今天。躲，躲。穿新衣服破大衣。山东教育局发出通知，山东教育局接发往省市的历史的班次发生。你搞这偷那个鸡！春节期间，每天准备六十多辆，从1月22号武汉市，1月23号每条线路都有班车。你看，你的部队都跑丢了，你不能不敢乱找吗？可不能偷那个鸡！有中级、短中级服务大学，过半线喽！降水量减少平均10到20毫米，最大积水深度5.8米。哎，妈妈，这里你走了吗？走了，就在车后座的坐垫里。都怪你，我妈不能陪我去医院，但是我妈说了，星期天带我去海边，肯定不带你。娘，你骗子！妈妈在打我。怎么了？刘子豪。又跑了。外边下雪，开着车去吧。刘子豪，刘子豪，哎，你好，你见过刘子豪了吗？哎，你过来，你是找刘子豪的吧？是找刘子豪吧？这孩子我认识，他
是我村的，他爸爸是个惯偷，成天那个和个傻子似的，背了个破麻袋，找他妈。刚才我看着他了，看着他我叫他坐车回村了。谢谢哈。上林庄的，上林庄车来了。刘子豪。痴痴的跑，为什么？俺图什么？俺闺女发烧，我放在家里，我找你，我单位这么多事，我上派出所领你，我上辈子欠你了吗？头遇到你那一天，你其实你出去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冻冷的天，下着雪，下着雨，你这就孤零零的，你这俺什么都不了，啊？你知道吧？我上了那几天，我只想贴你两脚，我跟你说。但是想想平时你爸爸对你那样，我挺心疼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整天背个破布袋子，来给你，来拿着，下去，下去。你背着走吧，哈，走着慢慢去吧，哈，我不管了，你该上哪上哪，你走就是了，哈，走吧，走呀，走啊。昨天俺妈给我生日，俺上山，搁这打栗子。俺回来以后，发现俺妈不见了，是被刘大年打跑的。俺一直想把这个栗子送给俺妈妈。那你妈妈呢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亲妈就把我送人了，因为我是一个女孩，记得那次。好，今天晚上下着这大的雪，他躺在炕上，他妈那是第一次抱我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刘子豪，子豪，我上辈子欠你了吗？头遇到你那一天，
念，俺告诉你，俺找到俺娘了。今天是6月1日，父亲节，我找人帮。